小可爱看起来不太高兴，看看美食能否治愈他。味道不错，好像是被美食征服了。这个造型也好吃到舔手指。再来点蒜苔吃吧，多吃青菜身体棒棒的。来个红烧鸡翅。什么？谢谢谢妈妈。看样子真的忘记了开场前的伤心。他真香啊！爸爸做的味道。很快就剩下几根骨头。鲍鱼安排上。他真香啊！最后面面吃光。菜菜也安排完。给你一个爱心卡吧，小朋友们，拜拜，拜拜。